嫩模始祖周秀娜8月1号在香港出席机器人模型展览，她自曝自己下个礼拜会跟郑伊健开拍一部跟机器人有关的电影，自己在里面饰演对方的机器人女朋友。什么都会做啊，就是万能型啊，就是又能够煮东西啊，然后什么模式都会有啊，对啊，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会对主人很好，对。对，主人就是郑伊健，因为他在戏里面就是也是我的情侣的关系。对，这次是周秀娜自去年的《不再说分手》后跟郑伊健的第二次合作。周秀娜说，两人已经累积了相当好的默契，至于会否突破旧作的亲热戏呢，周秀娜就大卖关子。不过人类如何跟机器人亲热，这个还挺考验大家的想象空间呢。亲热戏会有，对，但是这个要问导演跟那个要怎么拍还不知道。对，叶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。